今天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让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。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，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，因他屡次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所恋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着了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。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